OK，好，这一份啊，这一个这个是19。OK，我现在做的是高数二，然后数列的那一张，啊，数列的那一张，高数二的题目了。首先做这个16.2的部分，这个是1975年的哈，这是第一届的这个统考的题目。然后这一份应该很简单。好，我们可以先从这边看得出来，a 是等于一，然后这是等差数列，d 为二，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它的那个多少项啊，对吧？OK，首先我的做法是先设为 an 是等于99，这个 an 就是最后一项是等于99，然后我们先找那个项数为多少？项数为多少？项数是 n 减一乘 d，OK，所以把数目全部带进去，99带进去，一带进去，这个 n 减一。放这，因为要找 n，d 是等于二。OK，so n 减一啊，就会是等于99减一，98除以二，应该是98除以二。那么脑生锈了，98除以二好像是19哦。OK，然后再加回一，就大概是50。OK，所以这个是数列和这个是我们讲数列之和，n 是等于50除以二，然后在这一边，因为你有后面那一项啊，你就前加后啊，前加后容易一点。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是25乘以100。很美的数目，2500。OK，答案是 C。第二题是什么？A1、A2、A3、A4 是等差数列，A1 跟 A4 是两个根。那他要你找 A2 加 A3 的值，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有可以得到的是两根之和的，我们其实是有两根之和，两根之和是等于负 b 除以 a，也就是5除以2，OK，让我想想，等差数列，所以也就是说，它会是等于 a 加 a 加 3b，好，我们先看哪这个 a1 加 a4，我可以把它设成 a 加 3b，因为 a4 是 3b，所以在这里边是 2a 加 3b，那 a2 它这里是问 a2 跟加 a3。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关系，A2 应该是 a 加 d，A3 应该是 a 加 2d，所以换句话，它好像也是 a 加 3d 来的。OK，so 它整个的，我把它放在这里，好不容易要讲放了，放这样子放吧。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它要找两个 a 加 3d，其实是相等于两个，a 加 3d，两个 a2 加 a3 是相等于两个 a1 加 a4，也就是2乘上这个二分之五，也就是等于5了。OK，所以这题答案是 A 哦。
第三题我上一回做了啊，之前的同学就问我了，说这一题 AN 是等于 3N 减 25， 他给了你这个是等差数列，说如果我把它变成了 A 加 N 减1乘 D 呢，我可以对比一下，我可以找到它的 D 其实是等于3的啊，因为DN 嘛，我们乘进去就会看到 dn 是等于 3n 的话呢，像d 应该会是等于 3， 然后再来 a 减 d 是等于负25的话， a 就会是等于负22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他给我们的这个 3n 减25呢，我们可以找到 d 和 a 是多少。那在这边呢，如果你的 sn 要最小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呢，它的 a 是从负值开始啊，也就是说它的值呢会D 是3，所以那个值会慢慢的增加。所以从负值开始的话，如果你一直加上去呢，如果加到了一个正值的话，你的 SN 呢就会开始呢变大了。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变越来越小。SN 的话应该是负22，然后再加一个负18，再加一个负15，加。负18，不是负19，负16等等的，加上去，最后一个应该是负1，然后再加3的话，应该会变成2。如果你一加2的话呢，那个值就会开始的慢慢增加了。所以也就是说，最小值的话呢，我要加到那个负值，还是要负值。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就是说，当它的 a n 是小于0，就是负值的时候呢，n 就会是小过八，八点三，八又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小八以下了哈，一到八呢，它都是负值。我一加第九项就是正值，那个 SN 就开始增加。所以呢，我这一边呢，其实我 SN 的最小值，我就是找 S 八就可以了。OK， 那我套公式啦哈 ，N 除以二然后乘上这个二 A。加上这个七八的话，我就带七咯，七乘 d 啊，七乘 d，d 是三，所以做出来呢就是负92，然后这个答案就是 C，OK，那这题就可以了啊。好，第四题 ，OK， 大概有印象这样做 ，OK， 这个是五小于这个。n 分之一加上 n 分之二加上 n 分之三加上点点点啊点点点再加上 n 分之 n， 然后小于五。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不需要拆开啊，有很多学生看到不等式就猜前猜后，这个不需要。我们先直接做它的中间呢，你就会看到了，它其实 a 加，它其实全部分母是一样是 n， 所以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写在一起了，然后通分，它已经通分了，所以我们只是把分子呢加在一起就行了。分母其实就是只是一个 n， 那分子是多少呢？这个其实就是等差数列。它等差数列呢，这种等差数列呢，它有 n 项，它有 n 项，然后它的前面是，它的前项是一，它的后项就是 n， 所以如果我把它化变成了，而且它的这个其实有一个公式了，它其实就是 n 乘上 n 加一。OK，n 乘上 n 加一，然后除以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这个 n 可以约掉了啊 ，n 可以约掉的话呢，就会变成五二分之 n 加一 ，OK， 这样子了，就简化了。所以两边乘五乘二，然后我的分母是二，我乘二，我就会得到十。n 加一，小于六，六也要乘二，十二，然后每一项减一每一项减一，这样子。说如果它是
要满足的话呢，n 应该要如果是整数的话呢，n 应该要等于十了，啊，n 等于十，我稍微写一下，然后它应该是 c，啊，因为它是正整数，啊，的确是有讲正整数，所以它必须要是等于十，OK。一个等差数列，只要有现象，OK，就是一定要，不能说它是无限的，加到无限大这样子。前五项之和，前五项之和是34，后面五项之和是146，所有的项的和为414。那这个数列总共有几项？哎，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形哈、哦。这题蛮难的啊、很多学生会不会做。那这个的话呢，你必须要观察到的是什么呢？第一项跟最后一项加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写了哦。你必须要观察到呢。第一项加最后项是相等于什么呢？第二项加最后第二项，以此类推哦。最后，哎，这个是 n 减一才对。所以第三项就是 n 减二，跟最后第三项，然后最后第四项跟最后第四项是相等的，还有最后第五项。第五项加最后第五项是这样子，OK，它们全部是相等的，OK，然后还有的就是呢，我们有一个资讯告诉着我们的是，A1 加 A2 加 A3 加 A4 加 A5 是等于34的，这个是他给的，啊，这个其实是题目啦，我这应该写前面比较好，然后后面五项呢？换句话，其实是这样子。诶，这个是后面五项，一二三四，啊，这五项其实是146。OK。那我可以观察到的是，哎，Sn 其实是等于什么嘞？Sn 其实是等于这个，我先这样看了啊，这一个，对吧？n 除以二加上 a1，前项加后最后一项，啊，其实是这一个的意思了哦，Sn。但是他有给你 Sn 是多少，对吧？他给你 Sn 是414，哦，所有项的和是414，所以在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是我全部加起来哈、哦，我全部加起来，应该就会是34。加146就等于180。那前项加后项呢？其实相等于180除以5的，因为这里有五项是相等的东西来的，对吧？这里相等，这个是相等，这个是相等。如果我把它设成一个 x 的话呢？在这一边其实就是5x 啊，5x 其实是等于180，啊，那 x 呢就会是等于355，36，OK，接下去呢，Sn 呢是等于414，OK，它是等于 n 除以二，这个是我要找的 n，项数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是36，OK，啊，这样子。
哦，也就是说呢，414是等于 18n，n 呢就会是等于414除以18。哦，这一题其实就是这样子做，我找414除以18等于多少？我找一下计算机，sorry。414除18，OK，这一题会比较难一点啊。这一题，我相信呢，有人问问题吗？有人问问题啊？Yes。啊，哦，当然我没有开麦，其实我有一直在讲了。OK，不要紧，可以啊。这样子的，它其实前五项的和是34啊，它最后五项是146嘛。然后等差数列是有一个特性的，就是它第一项加最后一项哦，跟第二项加最后第二项是相等的。所以第三项加最后第三项也是相等的，所以我如果我把它假设成，第一项加最后一项呢，这一些啦，哦，都等于 x 的话，那前五项加后五项呢，等于180，这个是因为它是34加146，对吗？这个会等于五个 x，啊，因为前五项加后五项就会是五个 x 了。所以五个 x 等于180，x 就会是等于36，OK。然后它全部每一项加起来是414，然后等差数列每一项呢，我们就是讲说它是等于 n 除以2，然后乘上这个前项加后项。而这个理论也是因为呢，为什么 n 除2？因为它就是对半折。然后呢，它的概念其实这个等差数列的这个叫什么啊？级数啊，等差级数的话呢，全部加起来，它的概念就是说，第一项加最后一项跟第二项加最后第二项是相等的，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已经 built in 了在这一边。所以 第一项加最后一项等于36的话，你把它 plug 进来，这个 Sn 等于414也 plug 进来，OK，你就可以整理出来这个 n 是等于23。这题会比较难，这题是比较难的，就是，你会做，你会想到这个的话，就很容易做。你想不到的话，你 block 那个你所知道的这个方程式啊，block 来 block 去啊，都做不到了。它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一有这个概念就很容易做了。OK，那我就 off 声音了，好，不要打扰到你们。你要问的话，可以继续看。OK，自然数分组如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证明第 n 组之和，第一项有一。哇，这个好难啊！这我忘记了，我是讲错。前三项。OK，so 这一题是这样子啊，第一项是一，然后二三，然后四五六，然后七八九十，我这样子解释应该比较容易分析，好，比较容易分析。然后接下去呢应该是11了，OK，然后你会看到一到二其实是加一，而二到四其实是加二，然后加三，然后加四，以此类推。所以我要找的第一。二三四五啊，第五项是加四哦，第五项是加四，所以第 n 项呢，第 n 项应该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第一加上一加二加三加四，加，最后应该是加 n 加一，
sorry, n 减一啊，应该是 n 减一。OK, so 在这边我稍微这个是比较难理解的部分。So 我要他要找第 n 项的时候呢，我就是要叫 tn 哦。有点难看，tn 应该就是等于一加三，一加二加三加四加点点点。加 n 减一，因为你会发现到呢，第五项呢，第五项、第四项啊，第五项其实是加四就到了，第一项其实加零就到了，一加零。So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叫什么名啊？n 减一。除以二，因为它总共有 n 减一项，然后前加后，前面加后面应该是等于 n， 是吧 ？n 我乘进来，我可以这样子写。OK， 说、如果我通分的话，就是加二了。通分的话，通分的写法这样应该是 n 平方，我就要展开了。如果通分，n 平方减 n 加上二，应该是类似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是第一项哈、第一项，然后全部加起来会是多少？这个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第四，这个是第四项啊、第四项总共有四个，对啊，总共有四个，这样第 n 个应该就第 n 项应该就有 n 个，然后从这一边这个数目再继续继续加，就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加一加一，OK， 所、以第一项啊，如果我有 n 项的话，然后 starting 那个数目是 n 平方减 n 加二除以 n 的话，那接下去的这一些加起来会是多少？所以这个是目前要想的，要这样做。So this part 要怎样继续做呢？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想了哈。它有这一个这一项哦。如果把每一个都抽出来，它总共有 n 个，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想，它是 n 个这个，然后后面再从零开始吧，从零开始，零加一加二加三，最后是加到这个点点点 n 加一了，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一样的这一个这个我叫它 SN 吗？是，我叫它 S 就好了了因为还蛮复杂的OK， 接下去如果我把这个这一项呢基本上就是这里我刚才有讲到了的然后乘进去，开这个 N 乘进去的话就三次方。平方，然后再 n， 这个就去掉。好复杂啊！好复杂，好复杂。Anyway， 应该是做到了。这个去掉了，哇好，这个乘进去哈、这个乘进去的话就是 n 平方减 n。OK， 然后。这个 n 平方可以去掉，对吧
对，我 Q 一下这个，Q 装 OK， 那不需要了。n 平方去掉，然后二 n 减一应该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他要的吗？哦，我们再抽一个 n 出来。他讲解，他讲解。哦，他抽 n 出来，然后n 除以二写在前面的话，后面应该就是这一个。我抽了 n 次来的话，这里就会变二次方，这里就变一，所以就是得到他要的东西了。哎，这个是相当复杂的。哎，没有选择哈，就是啊，这个是证明题，所以基本上做到这个就是了。啊，相当复杂。OK， so OK， 给你们消化一下。OK， 接下来的这题非常难，非常难啊，不过是很典型。如果你找到方法，或者你知道方法的话，就很容易。OK， 他讲的有两个等差级数，来等差级数，然后首 n 项之和的比是2 n 加5、比上这个3 n 减3，那他第八项的比啊是什么？那这一题啊，你首先要知道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呢？等差中项啊。啊，等差中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等差中项的意思是说，第二项，比如说我们的第二项是等于第一项，第一项加第三项，啊，加第三项除以二了，这个就是等差中项的那个那个公式。所以如果是第几呢？我以此类推啊，比如说变成第五的话，它是不是变成第三项了，对吧？如果这里再加两个就变第七的话，这里就是第四项。这里变第九的话，我头脑转不过来，我慢慢上啊，这里就会变成第五项，这个这边加二就会变成十一，哎，第十一项，这个就会变成第六项，啊，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加这个除以二等于这个嘛，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这里要八的话呢，啊，如果要这个要等于八的话，这个应该要是等于十五嘛。因为一加十五除以二就会等于八 ，OK， 所以你这个怎么用呢？这是什么用？我们的 SN 呢是什么公式啊？你看，如果你再写一下 SN 呢，其实是等于 n 除以二，然后第一项加最后项嘛，它的对不对？OK， 所、so, 以意思是说，如果我找第十五啊，这样我找第十五项，它是不是 A 一加 A 十五除以二，然后这个是乘十五啊，对。OK， 然后这个的话就会相等于15乘上 A8 了。OK， 所以意思是说它的级数首 n 项之和的比会是这个比这个。OK。将第八项之比是相等于这个 S15 的比啊，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概念下来了，好，它的 S15 的比呢，就是
你的 n 套15就对了，哦，所以其实它的这一题的做法，你只是 n 带15，基本上就是你要的答案了。所以这个我放反刮弧。OK， 然后3 n 带15减3。OK， 这个是30加5 35。比上这个三乘十五应该是45，45减三，45减三就会等于42啊。哎，这个好像可以约七啊，七五三十五，七六四十二，所以是等于5:6。哎，这题就是这样子做。OK， 所以这一个。这个直角三角形三个边成等差数列，当然我们设的时候呢，你可以设 a， 然后 a 加 d， 然后 a 加 2d。当然我的设法呢，我就是设成 a 减 d， 然后 a， 然后 a 加 d。这样子的设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有加有减哦，它的那个数目就。如果有相乘的话呢，就会乘到很大去这样啊。OK， 所以这个是我习惯的一个设法。OK， 还有的就是它的面积哈，面积的话，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应该就是它这个二分之一最小的那两个相乘，对吧？最小的就是两个是它的直角边啊，这个是 understood 的， so。这是它 area 了哦 ，OK， 但是在这一边你会发现到你好像做不出那个解来，对吧？24放这里，如果你啊，因为你有 a 又有 d，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你就最多是可以解到这个 a 乘 a 减 d， 哎 ，a 乘 a 减 d 是这个48。就好像做不出东西来了哦。可能乘进去吧，乘进去。减 AD。好像也是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不仅我放 D 哈、哦，这个拉过去，这个拉过来 ，A 平方减48除以 A。那至少呢，我如果我做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应该就是毕氏定理了。好，另外一个是毕氏定理，OK 加 a 平方，哎，有人叫我吗？没有。会等于 ，OK， 所以这个是毕氏定理，有没有用我们还要再看哦。OK， 前平方，前平方减两个前乘后，再加后平方，加 a 平方，等于前平方加两个前乘后，加后平方。就这整个好像可以删掉吧 ，a 平方可以删掉一个 ，d 平方可以删掉。所以换句话，a 平方可以删掉 ，d 平方也可以删掉。a 平方删一个 ，d 平方删一个，所以在这边加起来应该是4ad 哦。像如果 a 不等于0的话 ，a 应该也是可以约掉了哈、哦，4d。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刚才就不应该做这个，这个，我调一下位置哈、哦，调一下位置，我先做毕氏定理，
在做这个面积。那我在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这些的这个我应该标成进去比较好，标成进去。你们要停下，我特地不开麦，不要打扰你做了。这样 OK 啦，我开麦啦。OK， so 很乱啦，有点乱了哈。OK， so 刚才我做的是我先设三个边 ，A 减 D，A A 加 D， 然后前面两个这个我是做毕氏定理了。因为很明显的斜边一定是最大的那一个 ，OK， 所以就是 a 减 d 的平方加 a 平方会等于 a 加 d 的平方，这个是毕氏定理。然后最后到这里哈、哦，整理，这个呢，因为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 a 不等于零。好 ，a 因为 a 不等于零，所以这个你可以约掉它，然后约掉一个 a， 就会得到 a 是等于四 d 的。然后再接下去呢？它的面积呢是相等于最短的那两个，因为是直角边哈、哦，两个直角边相乘除以二，啊、哦，所、so, 以因为面积等于24，这个二乘上去对面，然后再把四 D 放进来 ，OK， 所、so, 以这个是三 D 了哦，三 D， 四三十二，然后 D 平方。我做快一点了啊，跳一跳。所以这个 d 平方应该就会等于4啊，因为48除以12应该是4，所以这个 d 应该是正负2，正负2应该没有，应该必须要是正的啦哦，因为我们已经讲了那个斜边要最长。如果我的 d 是负值的话，好像就跟我之前所讲的东西不符合了。OK， 所、so, 以 a 等于 4d 的话，应该就是8了。换句话，三个边应该是6、8、10了。我的这个是想去哪里？哦，这里。OK， 6、8、10就是你的。哦，斜边的长哈、哦，斜边的长是 a 加 d。a 加 d 等于10 ，OK， 这题还 OK 吧，比较容易了哦，只是要用一些毕氏定理啊去做的。好，第四题，2x 减三个共点，哎，三个共点，但是又有 a、b、c。算数，哎，但是它的 c 好像都是加13哦，加13算数，算数，要证明 a、b、c 是成算数数列，叫 arithmetic progression 啊，换句话就是等差数列啊，这个应该是旧的名称。三个共点要怎样做？我的想法是先从 a， 2x 加 ay 加13等于0这边 ，OK， 然后我乘2了。我用一个箭头放成二，这样子比较容易。OK， 四，然后二 a， 然后这个是26，然后再跟4x 那个，哦，这两个做减法，这个是我的想。哎呀。OK， 然后用一减二吧。
一减二应该是二 a 减 b 括弧 y。加十三等于零 ，so y 应该是等于十三除以 c 减二 a， 哎，我把那个负啊乘进去这个二 a 减 c， 让它倒转一下 ，OK， 然后带回进去这里，好像很复杂嘞。好像很复杂的这样子，很复杂的，我不是很想要做下去，虽然我是做得到了，二 x 加上这个通分加十三 c， 再减二十六。减二十六是减十三 a 去了，所以 x 应该就会是等于这个搬过去，十三可以抽出来吧？有用吗？但是因为搬过去要变正负，所以我把它倒转一下，然后再除以二。除以二就变四啊，哈，乘进去了，好复杂的，一直要讲啊。然后我要再放进去这个三 x 的这一边 ，OK， 哎，为什么？C 的哦，这个是 B 的哦，这是 B 的，然后 X 的放这个进去，好复杂，好复杂。我再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把这个放进去。哎，好复杂，好复杂。这个放 B 了哈，乘上去分子。这乘三三九三十九哈，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加上这个通分，通分加十三 c 减二十六 a， 哦等于零。然后全部通分应该是这一边要乘二，哎呀 ，so 这个加这个，然后乘二，这个是二十六，二十六，五十二等于零，好复杂呢。按计算机啊，三十九减五十二负十三 ，B 是二十六 B， 这个好像是十三 C， 哦，找到了，二十六 B。等于十三 a 加十三 c， 然后把二十六除过去，我就会得到 a 加 c 除二。那这个就是说 b 是 ac 的等差总项，基本上就是算是做成功了。OK， 但是三个共点，我好像就是只有这个方法了哦。三个共点，我们就是这样，通常就是这样子做的。OK，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方法，还有什么好方法吗？好像没有了，就是这样子做。啊，两个做连理套进第三个。那当然我选是二跟四，因为比较容易啦哦。因为二的那个乘二就等于四了啊。那你这个的话就这样子做的话，应该就比较没有这么复杂去了。OK， so 复杂。OK， so n 项之和是这一个 ，S 四跟 S 七是这一个，哦，这两个 ，OK， S 二 S 七，叫你找 P 跟 Q， 这个是套公式罢了吧？哦，套公式。S n 等于 P n 加 Q n 平方 ，so 我们放 S 四的话，它应该要等于44 ，so 四 P 四四十六 Q 啊，这个啊，当然我们可以越减啊除以四，就等于11。会等于 P 加 4Q 啊，就比较小一点，然后我们再带 S7， S7 等于19啊， 7P 加77 49Q 119应该可以除以7吧，我看一下119除以7设计过的哦，17等于 P 加 TQ， 那在这一边要解 P 跟 Q 应该是互减啊，对不对 ？OK， 2-1。2-1应该是等于6，然后这个7-4应该是3Q， 然后 Q 就会等于2。Q 等于2的话，套入第一个，428，然后 P 就会等于3，搞定。OK。再来数列的通式 an 的写法，OK， 我可能要用回这个，然后因为 q 是2 p 是3 ，OK， 我需要这个资料，然后。我套回那个 n 乘 n， n 除以2，然后是2a 是吧？ 2a 加 n 减1乘 d， 割掉一下，方括号 2a 加上 n 减1乘 d，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你乘开来的话，这个是 dn， 对吧 ？dn 减 d， 哎， okay， 我可能这个写前面，这样子。这个如果我抽，我在干嘛？如果我抽一个 n 出来，我看一下啊。如果我抽一个 n 出来，我再硬抽一个二分之一出来，这里就会变6。这里就会变四，对啊，四。
应该要怎么写比较好看呢？这样子写吧。OK，这样 DN 它既然也是放后面，这样我也放后面。好，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话，我可以看得出来 D 等于4。好，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系数法。好，比较系数法，像这一个，哎呀，这个 2A 减 D 会等于6的话，A 应该也是找到吧？A 等于5，对吧？6加4等于10，10除以2等于5。OK，so 它要这个 AN 的通项公式的表达法，那这个表达法是 A 加上 N 减一乘 D 嘛，对不对？OK，so 我们只是把那个数据给套进去，A 是等于5，D 要等于4，然后通常我们会乘进去的，所以它会等于 4N。然后5减4就会等于1，所以是4n 加1，对吧？对。OK，哎，数列公差，哎，我提早找到了，通项公式。Sorry，OK，so 突然间想到的是，他可能是未必是找这个公式。我改一改哦，如果他是先找 AN 的话呢，他可能是用这个公式啊。用这个公式好像不行哎，因为你没有比较啊，你也不能讲 A 是等于6啊，不行不行，哎不行不行，还是要放回进去，放回应该还是要用这个方法了哦，你不能把没有办法用这个。没有办法用 AN 那个来比哦，因为你不是你讲讲嘞，因为你不这里是剩 N 哦，然后你在这一边呢，你也必须要有 N 出现，所以你放 AN 又不有点怪怪的啊，AN 的话又没有这个 N 在里面，你很不能够比较系数啊，所以还是用这个方法了哈。虽然我们的做法跟它倒转一下下，然后我们先找直接个找公差跟那个 A 首项，找完了我们才找之后我们才找这个 AN，然后公差是过后再看。So P 等于3可以，那 Q 等于2也是行，就是10，这个是什么斜边那个？问题斜边的，4n 加一，然后是等于4，4n 加一，然后等于4，32，对了。OK，再来是第六题，已知一等差数列首五项，哈哈，这跟刚才一样的题目了哈，我抄一下那个，跟刚才这一个是一样的题目。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OK，这个是一样的概念，只是不一样的数据。把这个六，把这34改成65，把后面五项改成1090，把最后这个是改成5313，然后一样，我放成 x 的话。65加1090，然后按计算机，因为不懒惰用头脑，1090加65，1155，所以这个也是一样，1155要除以5啊，说是231，所以最后在这里放231。这个不是放，这个放多少？这是5313，哦，所以这个是5311，
三乘二除二三一。这个 skip 掉好了。N 等于十六，搞定。十六。哎，一样的题型来了，刚才的，跟刚才那个选那题是选择题，这题是啊作答题。OK。OK， 所以这个 16.3 刚才没有录到，不过略略讲再讲多一次。在这边第一项 x 的二次方啊、哦、等于第一项我们就写 a 等于 x 平方。第七项是 x 的五次方，所以 x 五次方是等于ar 六次方是第七项，所以 a 放了 x 平方进来拉过去就用指数相减等于48次方。而 x 的48次方等于 r 的6次方，48除以6你就会得到8。也就是说 r 是等于 x 的8次方。So, a 第二项是 x 的 k 次方。So, 我们知道 x, 第二项是等于 a 乘 r,x 平方乘 x 的8次方，所以等于得到 x 的10次方。也就是说 k 应该会等于 10, 所以答案是 a。然后我再看一下，检查一下答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A。OK， 所、so, 以再来 ，geometry progression A B C D 是 geometry progression， A 加 B 是等于8 ，A 加 D 是等于72，公比为多少嘞？所、so, 以 a 加 b 等于8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a 加 ar 了哦，等于8，等于8。也就是说，如果我抽一个 a 出来，这里就是1加 r， 1加 r 等于8。然后还有一个是 c 加 d 是吧 ？c 加 d 等于多少？ 72。OK， 72。那如果这个应该是 a。A 的 r 的几次方啊？平方开始了哦。第三项就是平方加上 a r 的三次方等于72。然后在这一边，如果我抽 a r 平方出来，就会等于这个。然后如果这一项是第一项，第一个。方程式，这个是第二个方程式的话，你会发现到，如果我用二除以一啊，好，如果我用二除以一的话，我就会剩下 a 的 r 的平方了。OK， 72除以8是等于9啊，9×8=72，也就是说我可以找到 r 是等于正负3。OK， 所、so、以因为它是正数啊，四个都是正数，我就不拿负了，所以我就拿3就够了。答案是 boy。OK， 四个，因为它是说，四个正数啊，所以它的 b 啊 d 啊应该不要是，负的情形了。OK， 就这样了啊，很简单啊，这题算是简单的了啊。OK， 等比数列 A 6等于 A 3等于多少？这个套公式应该就不难了哈、哦。套公式就可以了 ，A 6等于 A R 五次方来的哈、哦、，A R 五次方等于6。同理 ，A 9这里是8次方。是等于9。369哦，369哦。
所以我们有一个，等差，等差我们有等差中项啊，等比我们也是一样有等比中项，所以这题应该是要用等比中项来做的哦。所以这一题啊 ，A 六其实就会是等于 A 三。好、哦，乘 A 九的开根号就会是等于 A 六。换句话呢，当然你可以讲哦，我把平方放过来，不要紧了，我做下一步我才把它拼。真正来讲应该是要 A 二啊，我们应该要 start from A 二啊 ，A 二是等于 A 一乘 A 三。啊 ，A 一乘 A 三开根号会等于 A 二，那以此类推啊，我们就会得到 A 三乘 A 九，哎 ，A 三乘 A 九的开根号就会是等于 A 六，因为它就会变成六，啊，隔三个，隔三个就是 A 三，啊，往上三个又是 A 九，所以就会得到这个方程式 ，A 九我直接带六 ，A 三我要找。A 六我直接带六 ，A 九我带九，然后呢平方三十六，我就可以知道，A 三其实应该就是四哦，九是三十六，一样的这一个是，会做就很快，会做就很快，不会做的话你就绕来绕去，刚才那个我应该可以找到 A 的三次方，也是 OK 啦。你找到了 R 的三次方 ，sorry， 你找到了 R 的三次方呢，你应该用这个 A 六再除以 R 的三次方，应该就可以得到 A 三了。So 也是不难啦吧？这个突然间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容易一点。OK。求级数 ，x 减 y， 这是什么样的规律啊？什么样的规律？奇奇怪怪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抄一下，这里好像看不太出来是什么。喂，应该是通分，然后你就再整理一下抽公因数出来是怎样，你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怎样的一个等比数列的关系吧。OK， 初步是这样子。我是初步是这样子看的。OK， 四次方，三次方，这个四次方，这里五次方。OK， 加点点点 ，so n 项之和 ，so 在这一边第二项。第二项，如果我要通分 x 平方的话，我前面这个应该要乘一个 x 吧，对不对？如果乘了 x 的话，我可以写在一起，就得到这样。然后我应该可以抽一个 y 平方出来，我就会得到这个 x 减 y 了。所以换句话，如果我把这个 x 平方也拉出来的话，做很多步哦。就得到这个 x 减 y 了，所以同理啊，我先通分，这里是x 的四乘到一个 x 就变四次方了，可以放在一起写，然后我就抽 x 的四次方出来，四次方抽了四次方就是 x 减 y 了，下面四次方也抽出来，所以就会变成这样了。所以换句话是什么呢？换句话，我的 A 是等于 x 减 y， OK，
我的这个公比啊，就是是等于 x 平方 y 平方，这个，对吧？好，所以他要找前 n 项之和，前 n 项之和，就是 S n 的意思喽。好，公式要背熟哈 ，a 乘上。一减，用一减吗？还是 r 减 ？r 啊 ，r 的 n 次方减一，下面是 r 减一，都可以的啦，倒转也是 OK 的。好，上面前后倒转，下面也前后倒转，啊，基本上是上下乘负的意思了啊。OK， so 现在是摆东西进去，我看下一行比较好吧。这个是二的二 n 次方，二 n 次方，这个等得到这样。OK， 我是想要这样做。调转一下，有原因。好，倒转一下，一减二，OK， 上下同分。上下同分，这个减这个。OK， 上下同分，这个减这个，那也可以写在一起的，啊，这个把它写上去，啊，不过不要紧啊，我先这样子写，然后这个是把它变成前加后乘前减后，都是可以约掉一个的啊，然后这个写在分母，这个跟这个相除就会得到减二，所以应该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还需要约减没有？应该不需要了，应该不需要了。这个在做因式分解，应该也没有办法把 x 加 n x 加 y 给去掉。我们就这样放吧，看一下它的答案是不是这一个。哎，对耶，一模一样。好，做到这里停。OK， 好，还有半面，应该可以做到。第二题。三分之四，这个是二分之九，除以三乘二，除以三乘以二，除以三乘以二，好像是哎，哦，除三乘二，除三乘二，所以这一个哦你。他告诉你，既然他告诉你 GP， 你就不用去理他，不用去判断了。不然的话，你要判断他是 GP 哦，原本是要把它变成了那个什么呢？带分数，不，假分数，你才可以判断出来。应该是除三乘以二，因为三要变二很简单啦，就是除以三乘以二，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有人叫我。这里哈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不写这么多了，我就只是写这个，我们还是普遍上还是喜欢这个假分数的哈，二分之九啊，好，写成二分之九，那个 r 是等于除三乘以二，除以三乘以二，三分之二，
So N 这样之和恰恰超过，哎呦，这个是恰恰超过之和啊，所以也是说那个 S N 要大于 13.49 啊，他要找这个 N 怎么做。你们学了 log 吗？初中好像有学过一下下吧，哦，所以应该是可以用啊。可能有时有可能会要加 log 了啊，我还不知道。OK， 首先把这个 SN 的公式给放进去。A 乘上，这个 R 本身小过一啊，好，所以我们先放，我们是放后面的，一减 R 啊，我们是这样子放的，恰恰超过大过，所以接下去把数目给带进去，二分之九，这个是三分之二，这个不能这样写啊，这个不可以这样子写的。哦，我先放一个反括弧，这个一定要括弧的哦，这整个一定要括弧起来，那不然它意义上是不一样的。OK， 再做整理，下面应该是减出来是三分之一。那我做快一点哦，我做快一点，三算是外向哈、哦，外向是要乘这个九，九三二十七哦。所以这个分母给去掉了。OK， 是要加 log 哎。OK， 我慢慢做哈，我做慢一点啊。所以这个13.49，首先先要乘二，再除以27。OK， 不要紧，把这个去掉。所以现在啊，尽量的拿多几个位数哈、哦。你不要看到这个很开心就讲啊，老师接近一啊，啊 please 啊，如果你放一的话就不行啊，做不到啦。999259，当然，诶，这个可以不可以放？我们放。不要紧，我们来放一个分数给他、哦、我放分数给他。哦，1349 1350。诶，这个你就看到了，如果把这个放过去对这一边右边的，我这个拉过来减的话呢，诶，刚好它就是1350 减1349，就会得到1350分之1，哇，所以有设计过了，对。OK， 这个要注意了、哦、这边要加 log 了，这边要加 log， 只是说很多学生会漏掉的就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是三分之二，这个数目啊，如果你加 log 的话呢，它是负值来的。 OK， so我先做这个log 加 log 还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你把这个 log 除过去的时候啊，除过去的时候原本是这样子嘛，对，我要写成这样啊，原本是这个 log 除以这个 log，这其实放括弧会比较美一点啊，原本是这样子的。 OK， 但是因为这个 log 三分之二本身哈，你去做一下二除以三嘛，对不对，然后再拿 log， 这个值是负值来的，所以除负值呢，你这个要换成大于。 OK， so 这个按计算机罢了啊，因为你除一个负值的东西，所以你要放成大于了。Anyway， 我们照按计算机罢了。这个也是负值来的，除以 log， 除以三，
OK，差啦，17.776啊，七七七，进位。说我要大于17.777，应该是 n 要等于18了，因为我们要整数。OK，是 round up 的啊，17.1都好啊，你都要 round up，因为我要大于它。OK，所以这个就是要18。哦，做不完。OK，哇，好长。18，yes。啊。好像是买大小那个，是他，好累啊，这一份好难啊，做到头好痛啊，这个数列本身 an 哦，就是我们的，因为它是加法的话，a 三加三的平方加之。说这个啊，本身如果你看清楚，它其实比较像是我们的等比级数来的，啊，它是等比级数。既然你又要等比级数，要再加在一起，Oh my god，这样做，呵呵，等比级数的相加，好像有做。等等啊，等比级数。等比级数啊，我懂了，我懂啊。其实这个比较像是我们讲了，它其实是等差等比，等差等比的那个，这叫什么啊？等差，哎，你让我再想一下，这题对吗？如果是一的话是只有三，如果二的话是三的平方，然后三加三的平方，然后第三项，你让我再想想，我的这一题好像是要修一下那个本身的啊，它的那个。规律比较好一点，这是三，然后再加了一项，好，所以感觉上如果是列到 an 的话，我全部加起来啊，全部加起来，好像总共有3n 个三，总共有 n 减一个三平方，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哦。n 减两个。然后再加点点点，这个应该是只有一个，我也放了一给他了哈。OK，所以在这一边，其实它的，你给我想一下，等差等比也是的，它是等差等比，这个我们叫做等差等比数列。让我想一下，说这种情形要怎样做？我整个如果我乘三的话，这个就变平方，对吧？这个就变三次方，这个就变四次方，而前面那个会乘，哎，前面那个会 shift 过来，应该就会有两个，然后。后面的这个就会 shift 过去，加一次方。那如果我把这个其实它的整个过程，它其实是类似，
类似什么嘞？类似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名？这个放点点点，好像不是很明显。整个的做法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证明等比数列之和首 n 项之和的那个方法来的。哦，所以如果你这个首 n 项之和的那个证明法其实是有用的，在统考来讲，其实这个我们是常常用的。找不到一个更适合的啊，倒转的箭头，因为这里用了点点点，我怕你们混淆，因为我们没有反箭头啊。说、so, 如果我是这个减这个的话，是不是得到两个 Sn 啊？OK，这个减这个的话。这个好像是单独没有的减，但是这一个平方的跟这个减哦，n 减上 n 减一，好像就剩下一项罢了，对吧？剩下一项，然后 n 减一减上 n 减二的，我好像就变成还也是一项，所以以此类推哦，你会发现到全部后面的那些。都是剩下一项了，啊，加点点点，加三的 n 次方也是剩下一项，然后这个好像没有的配对哦，但是这个是一项啊，哦，没有分别，后面呢，你就发现到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等比数列。好累啊，好累啊！嗯，是，这个很，就是很难呐、啊。后面这个，如果我套公式吧，哦，它的 a 是 a 三的平方，它的，我总共有多少项啊？总共有多少项？原本如果是一到 n 的话呢，就会有 n 项。像二到 n 加一呢，应该也是 n 项。OK，所、so, 以只是它的 n 是它的 a 是这个。OK，它的 r 是三，所以三的 n 次方减一，然后三减一。OK，所、so, 以这个是二，这个339。这个我通分变六，我写在前面上面，有用吗？有用啊，不要紧。然后这个二拉过来除了，然后就会是等于四。要不要乘进去啊？应该可以乘进去了。三的 n 次方加二哦，因为九的话是三的平方，然后最后是减九啊，有点，它的有点有 bug 啊，这样子应该是清楚了，要做整理吗？应该这样子可以吧？你要的话可以把这个移项一下，移项一下。OK，我看一下答案对不对？不对啊，不是不对吧？他抽一个三出来，哦，他抽一个三出来，可以，我抽一个三出来，这里就变 n 加一，所以就变二，所以就变三，对吧？OK，然后放一个括弧，前面放一个三，所以他抽一个三出来，所以就会跟他的答案一样了。OK，